你们的玩具都太乱了吧。我们来看看哦，有没有哪些很少玩的。等一下再看自己的车子那边还放不放得下，你先放在你暂时要的。这个是没有高手都被你占住了。这是谁送的？医生，我就看医生送的。哦，那他就这样。那这还要玩吗？那你就放着。那这个呢？这是谁的？这个不要，这个我还要。还要，那你再放你进去。这个是我的。那这个先不用了。这我们都要看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理解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谁做的？我倒不要了。不用了。爷爷，这个叔叔。对啊，这个拿进去。这叔叔送的去吃。不用了。这个谁还要？这个。我这个磁铁我还在。这本书好像不用。这个梳子是那个。哎，这个梳子上怎么会有？梳子是娃娃的，还要吗？娃娃的还要吗？不是，梳子要帮梳头发。要。哎，这什么？那这一台呢？要自己放自己的篮子。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不用，这是我的坏掉汤匙的。是你的那一盆要贴。这个呢？这是谁的？这个是小梅，我不用了。换这个娃娃在车上。小梅不用吗？确定？这小梅这个也很漂亮哎。你不喜欢呢、啊？那么这个就送给别的小朋友。我可以两个挂在一起。这积木了、啊、不要了。洗衣夹怎么放在这里？好，给妈妈。哎，这我的。好，那自己放自己篮子。这台呢？这台我也是。哎，这个不是有这个不用了。我们要谢谢你们现在已经不玩的玩具，所以不要用丢的，用放的就好。这是我的戒指，可能我还要。这是我的戒指。那这一个呢？这个。这管子。哎呦，弟弟。还要吗，姐姐？这两个不要。现在先不玩，你决定要或不要。你还想玩就放着、不想玩了吗？你们看。好。这是红米城送我的，好，你们把清空的这个有垃圾拿去垃圾桶倒一倒，一人拿一个，我拿大的。好，去把整篮车子拿出来看，把整篮车子都搬出来看。嘿，现在不是在玩的时候，我们在整理玩具。我已经没有想要的了。所以这边都不需要吗？这边都不需要。这一盒确定都不需要？这一台也是不需要吗？这台呢？你这时候自己选的哎。哦，我要把叔叔学的我还要。对啊。那其他的都不用了吗？其他都不用。这个呢？你看，所以你要仔细看啊，这边还有麦大叔。麦大叔是只手擦掉。你要不洗纸？一直说他不用嘞，那你要不要留？不用了吧。麦大叔哎，他是麦坤的好朋友啊。哦，哎呦，这一台呢？我跟一台大货车可以换车。这一台呢？我的小学的车不要了。确定？因为它要掉漆了啦。好，确定哦。好，小熊维尼，拜拜。这一台呢？我还要这一台小熊维尼。哦，好。我看我里面有没有不需要。一小好重啊！我姐姐说她觉得你们留太多了，你觉得呢？我留太多了吧，好重、啊。是啊。哦，那我们已经整理好两篮了，一个是散的玩具，一个是特车的。
像车车，你们还要再放进来要的玩具放进来，因为你这等一下要装别的，要装别的，你待会那边要看的玩具。可是等一下我们，车车还是有很多哎。对啊，啊你要把它放好，还是就先这样放？姐姐来看弟弟的，你的车车现在这样，它因为太多了，它都是堆叠在一起。可是弟弟说他不要堆叠，所以他现在，只有排一层而已。那你要，那这样你要怎么排？如果有放不下，的，那你可以放到这个盒子来。你先选你要排一层的车车，那其他的可以先收起来的，就放在这个盒子里。姐姐，你确定你还是用堆叠的方式吗？但这样在拿的时候，它就会容易变乱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那我拿的时候就这样拿，对，拿起，可这样会这样就拿起来。对，就这样拿起来，对不对？大卡车不用了。好。你这样我拿起来会捏着这样。会不好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自己决定。对，这里面的也要给它排好。这边是只。上面可以让淘汰。好，再让姐姐放。然后目前这边是淘汰的玩具。是大的我，好，那我还是大的我就放。还是大的。我可以在这里看吗？放这边吗？大的还是有。那大的放上去啊。大的好像不要了。那是你去台北买的耶。观光巴士呢？对啊，可以叠在你自己选。好，那这样这一箱也完成，那我们要再下一箱咯。下一箱先折起来。好看，太多玩具了吧？太多了吧？是啊，玩具太多了啊。巴士光年要。弟弟，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？哎，巴士光年怎么放？他折起来。他不要了吗？可是这是阿姨他们送你的，那个慧茹阿姨还跟她老公送你的耶，他们从香港迪士尼买回来的。他们住香港？对啊，他们住澳门。还要你要什么？还要你要什么？先放这里。对啊，先放这里，因为玩具先放回去。他很酷耶。那这个枪呢？枪。这个太长了。可去露营可以玩。对，去露营可以玩。好，那不然那我们在家不玩的，要去露营玩的，妈妈就收到储藏室去。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再玩。嗯、弟弟，弟弟，你说现在要先做什么？休息休息。啊，为什么要先休息一下？哎呦，太累了。你整理玩具太累了，我也累了。好，休息一下再继续。好了，睡醒了，我们继续看玩具。你刚刚我们只看了两层浅的，一层深的。我们还有四个深的要看吗？是吧？是不是还有四个深的玩具还没看？你去看一下。你的玩具箱啊。对啊，这个轨道应该是没有要淘汰。那这样，这两个大的，还有下面这个大的。下面大的先吗？对，好。球的也可以，好，那姐姐搬下来。这球的叫什么？看球的，我把球的。把要的放在你们的盒子。我说篮球放。先放看看喽。还有吗？震撼嘛。加七只的震撼。所以这边是你们淘汰。剩下来要留的球了吗？对、啊。剩这边吗？对。所以你们没有。那里有一颗篮球。哪里？这个。你们都有检查过，还是有淘汰一点点，虽然不多，但没关系。你们确定这边留下来的是会玩的，是吗？
确定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子，那这一栏完成，那弟弟你把它搬回去放。嗯，我先搬这个回去的。搬哪里？你觉得呢？我上不去。弟弟，你看，你看，跟这边这一栏，跟你手上那一栏，谁要放下面，谁要放上面？对，比较重的放下面，对不对？才不会拿下来的时候整个甩下来。一起。好，那再把这一栏放到上面去。哇，很棒哦！你踮脚尖也放上去嘞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整理一下啦？嗯，嘿，小朋友，有没有人理我啊？这个是谁的？要留吗？这是我的，还要。还要好。那这边呢？这是谁的？要留吗？这个是你的还是弟弟的？那个我还是要。那这一个呢？你可以看，打开里面看里面的哈。哦，那这个是谁做的？姐姐做的。姐姐做的，那还要吗？下集。你看下集，爸爸。好。那这一本是谁的？这两本都是我。都你的，这个可以不要了吗？啊？这可以不用了。好 ，OK， 很好。这一张是谁画的？这是我。这是你。你保姆老师那边，那这是画谁啊？你啊。我？啊，妈妈长胡子吗？不是，那猫尾吃的满脸都是。我吃饭吃的满脸都是。你看猫尾，我是这汤圆。哦，我吃汤圆吃的粘的满脸都是。那这个是猫咪吗？对啊。哦，好。那这一张还要吗？还要。这里是还要的哦，确定哦，那边还要。那这边还没看，这边还有好多，你看我们累积一阵子没整理就这么多了。这是弟弟做的，你的真的、哦、那这边你看看，你可以这边你看看还要不要吗？要的放这里哦，啊不要的放这边哦。还要吗？要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等一下问弟弟，这个问弟弟。好，那你继续看。这还要吗？还要放进去。好，继续看。萧敬腾。萧敬腾。好，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萧敬腾。这是你画的萧敬腾。给镜头看一下。但是这里我要把这个旁边剪掉，可是我不行。那这张还要吗？这一张还要吗？这一张的小组还要吗？还想留吗？还想留，好，那就放着。好了，那现在可以请这位小姐开始看你那边的那个作品，哪些是要，哪些不要吗？抽屉里面的。这里一个。好，请问你这一个还来？我来访问你。要。请问这一个你还要吗？要。哦，好，要那就放桌上。要的放桌上。我说作品，要的作品放桌上。请你再继续看哦。那个、对呀、啊，我弟弟要。要，弟弟也要。好了，一起看了，看这些东西还要不要？这个要吧，我这个。还要，还要放桌上。这个也要。继续。那这个就是不要了。好，不用。这是我的，还要。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的爸爸，这我不要了，这是爸爸。这个，弟弟的这个爸爸。不要这样子用丢的啦，用放的就好了。弟弟，你的这个还要吗？还要。好了，那这边就是要的，要的就放抽屉里。好。这个我要，要的就放地板，这是我的。
好，那推进去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在这里玩乐。那把等一下还没，那把地上这些收一收，收集起来。这样收到吗？你在玩什么？我的房子是这个。那你的房子里面住什么？没有人啊。没有人。